你干活真是比我利落多了。打工的时候什么都干过，你要是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还能给你弄出造型来。<笑>你可真贤惠呀、啊！走吧，别让你妈妈等太久。哎，等一下，在我们家呢，我爸听我妈的，尤其是我的事情，你懂吧？我妈这个人其实挺讲道理的，而且她不会当面给人下不来台。 哦，如果一会儿他要是提过去的事情，你就听着，不要跟他争论。而且我哥说过，他因为你老师，已经对你改观不少了。